王大娘，同学们早都午睡了，你干嘛还在吃饭？是吗？都午睡了吗？哎，老师，我马上过来。再给你五分钟，吃完赶紧睡。佳佳，等会老师要来检查的，你还磨蹭，每天吃饭就你睡嘛，你想我们午休？对呢，害我睡不好，下午上课老是打瞌睡，烦死了！睡你们的觉吧，吃饭呢就是要细嚼慢咽，你们懂不懂？重要哪都可以说，呸，外面比谁都多。老师那你就知道了。五分钟后，佳佳，你怎么还在吃？真是个磨蹭精，真是一个午饭能吃一小时，看透了这个强迫症的大脑。上课了，今天我们测试第五、第六单元，请同学们准备好铅笔、橡皮。希望这次小测能考到 A 加，加油韩妹妹，防考必过。哎，怎么又要小测啊？头都大了，忘记小铅笔了。要加快速度哦，马上考试了。哦，好的老师。考试开始了。还好都是最近复习过的。到底选 A 还是选 B 呀？王佳佳，都看到五分钟了，怎么还在抄铅笔？老师，我用力太猛了，你看脑子笑话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快点吧，别人四分钟做了十来道题了。本来英语就不好，还要磨磨蹭蹭，这次肯定又不及格了。哎，嘿嘿，掌声就好了。哎，先写名字，王佳佳，不要关了。王佳佳，我在门外观察你好久了，别磨磨蹭蹭，来问一下。佳佳这个磨蹭精，把季老师的强迫症都刺激出来了。老师，慢点笑，别笑惯了。哎呦我的妈！